很开心，今天要准备出去玩，所以说搭火车往高雄。到火车站的时候，难得到台南市后火车站这边可以逛逛看看，因为台南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交通相关的资讯，要查一查，当时我非常清楚，台南市政府而且关心在这方面规划的，好像是蛮完善的，还不错。那我今天呢是准备要出国，所以说这个是我整个一个出去玩的一个记录的一片。我在后火车站这边呢，原先搭的不是这班直达号，但是因为提早到，所以说就变更了行程，早点过去。因为想说到高雄之后，还可以在高雄机场拍一些相关的影片。那台南市后火车站这边因为在改建，那目前弄得还不错。我们搭建行李要走电梯上去，刚刚看到的是电梯。说着说着，走到月台之后呢，我们的列车已经进站了。今天就搭这班往高雄。建议各位，如果在台南往高雄哈，还是事先把车票买好，要不然像这一班，它有收无座位票，所以说里面会有很多人是吃的没有座位的车票的搭乘，人是蛮多的。好了，车停了，我准备上车了。今天搭这个是传统式的台南自强号，台南高雄的自强号，台铁公司的自强号呢，就是比较后期。那现在大部分都是普悠玛，还有300型的。我们在买车票的时候，有跟他提醒说，我们搭建行李，所以说帮我们安排的位置就可以放搭建行李。转眼间发现一件事，哇哦，这边看到阿强哥小强在这边领了盒饭，GG 了。为了证实我们是搭这班车，所以说把车票秀一下。好的，车子大概开了30多分钟，我们就将抵达高雄，准备下车了。这是我在车上巧遇阿强哥往生的一个过程。好了，后会有期，拜拜。